智慧之业，苏州。苏州吴念博董事长请教师父上人，昨天师父开示提到智慧与福德，莫学理解这句话是智慧第一，要有智慧为基础，没有智慧也不会有真正的福德，智慧与福德是一，这样理解是否正确？正确，正确。昨天所学的，我们怎样啊，把它落实，应用在自己，观念跟生活平时当中，那么经上讲的三种真实，三种真实都不容易，佛菩萨讲清楚了，讲明白了，但是我们的习气很重，也真想改，就是改不过来啊，改不过来也要改，那怎么办？真的，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出榜样，学他那个方法就行。他一生的生活与三种真实相应，我们细心观察，你就看到了。今天有同学发信提出一个问题，他这个问题困惑很久。那我们常常讲要用真诚心，出世待人接物。那么用真诚心呢，对一切人事物就不能有怀疑。可是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尤其在道场，如果我们一切都随顺的话，是不是也会不应果？我们应该怎样去对待一切人事物，既是真诚心而又不被因果。你看海贤老和尚一片真诚对人，不管别人怎么对我，他心里就一句佛号，除一句佛号什么都没有，这就不被因果啊。你的因果是在西方极乐世界，是清净阿弥陀佛。如果还有自私自利，还有怨恨，还有爱憎，那就不对了，那这个因果自己要背了。今天别人纵然早做错了，被因果了，那要看清楚，这个人有善根，劝导他，他能接受，他能改正，
那你一定要尽到劝谏的责任，要提醒他。如果他不能接受，不接受批评，啊，他不认为是自己是错，那你就念阿弥陀佛，啊，心里头一尘不染，境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这是智慧。啊，如如不动，这是念佛的大定，定慧等修。啊，与一切人不冲突。为什么？他们要的你不要，你要的他们不要，你要的是一个方向，一个目标，成佛之道，幸运持名，往生净土，就是成佛。你走这个路子，他们依然还走六道轮回。啊，不但你不能度，佛也不能度。佛不能度怎么样呢？顺着，等着他什么时候回头，什么时候度他。啊，绝不让他罪上再加罪，那就错误了。啊，所以来福寺的这三位往生的大德，都是我们现实修学的榜样。啊，多看这个碟，我劝大家看一千遍，一天看三遍，看一年，你就完全明白了。啊，无论跟什么样的人，善人恶人，都能和睦相处，啊，都不会发生冲突。啊，海鲜老和尚一生的表法我们很清楚，肯定有不少人看明白看清楚，跟他学习。啊，当然还有没看清楚的，没有看明白的，啊，依旧沉沦在六道，这也没有关系。佛度众生的大愿是没有宗旨的，啊，这就是同体大悲，无缘大慈。什么时候缘成熟，什么时候度他。参考资料里头第186条，立四句绝白费，教成法术，这个问答很好，啊，四句是根本，白非是枝末，四句白非要明了，啊，功夫用在根本，根本解决了，枝末也就没问题了。啊，这个四句但举一对变成四句，啊，比如有五，有五是一对，非有非无是两对，
两对就是四句，有是一句，无是一句，非有是一句，非无是一句。啊，这叫根本。啊，这个后面有例列出来了，啊，有无中四句，啊，有有四句，无有四句，也有也无有四句，非有非无也有四句。啊，根本的就是有无，也有也无，非有非无，这是四句是根本。啊，你看海燕老和尚怎样立四句，他是怎么理解？心里头没有啊，没有这个概念呢。啊，为什么？这空话了。全是假的，全是虚妄想。他一句话就跟你讲清楚了，就讲念阿弥陀佛，除了阿弥陀佛之外，什么都是假的。这不就全离了吗？啊，什么都不要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就是这一句佛号，完全正确了。你这一生决定生净土成佛去了。啊，四句离开，心地清净，不但清净，心地平等。啊，清净平等是真心，真心的作用是觉，那个觉就是大彻大悟。啊，觉了什么都知道。老和尚不瞒人，他告诉是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不说。什么都知道是慧，什么都不说是定。啊，定慧具足啊！念老在这部经集注里头引用往生论，用的很多。往生论里头特别明显的就是一法句，在参考资料103第188条一法句，我们对这个一法句也要有一个清楚的概念。术语里头为一法，句呢章句之意，就是说绝对无为清净之法身，这叫一法句。
天清的净土论就是往生论，分极乐国土的庄严功德有十七句，这是一报。如来之庄严功德八句，菩萨之庄严功德四句，这个十二句是正报。一真庄严总共二十九句啊，这三种功德，二十九句，这是观。啊，这二十九句庄严六摄之呢，则如一法句，且自解之曰：啊，他自己解释，一法句者，清净句也。清净句者，正是智慧无为法身。这一法句是指前面三十九句是观，我们讲止观啊。如果用张家大师的话，前面三十九句是看破，后面这一法句是放下，这就更容易懂了。为什么要放下？不放下就错了，不放下你是六道凡夫啊。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这不可得，妄的不可得，真的也不可得，真是真如自信，一法不离。所以不能执着，不能分别，不能起心动念，你就切入了，完全相应。这个相应就是真实智慧，无为法身。啊，有为法是十法界森罗万象，是缘起的生灭法，十宝土就是一真法界，它是性起，它不是缘起。啊，性起有受用，不是没有受用。受用是清净无为，你起心动念不清净了，你起心动念是有为。有为怎么样呢？有为你见不到这个境界，这个境界必须无为，也就是说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放下，哎，这个境界现前了。你就得受用。如果有起心动念的时候，这个境界就不见了，回到阿赖耶。阿赖也是有为的，无为发生的
啊，记住啊，白法里的说，前面四十九，94法都是有为法，只有后头六个无为，六个无为真正无为只有一个，最后真如无为，其他的无为叫相似无为。啊，因为有为法不能包括他们，说之为无为，不是真的无为，相似。啊，真如才是真的无为，无为法身。啊，真实智慧。这是我们要求的，希望这一生能够证得。用什么方法？幸运之名啊，印祖常讲的老实念佛啊，佛在这个经上教导我一向专念阿弥陀佛，就能证得啊！一定要相信，不要有怀疑，怀疑就错了啊！啊，这个后头还有比论，就是往生论里头有讲到什么他。毗婆舍那，这都是梵语啊。舍摩他翻作指，毗婆舍那翻作观啊。观29句现象差别，这是毗婆舍那。观一法离体之平等，这什么他只要不动心，万法是平等的，所以不起心不动念才是无为法身。你真的了，有起心动念，没真的。啊，在大乘经上，佛告诉我们，等觉菩萨都没有真的。为什么？他还有一念，就是根本无明习气啊，还有那一念的习气在。无明没有了，确实不起心不动念，习气没断。这个习气对一切法不产生障碍，只对你入净土叫常寂光，我们一般叫回归自信，对这个有障碍，你回不了自信。回归自信就是证得究竟圆满，必须要念习气的断干净，啊，所以不怕吃亏，不怕上当，啊，一骂你不还口，打你不还手。
是四，修忍辱波罗，心里面没有怨恨心，更没有报复的心，这个重要啊！活在这个时代啊，时时刻刻都要修忍辱波罗蜜啊，顺一切众生，不要计较，不要起心动念啊，有是有非，起这个念头就不好了。有善有恶，这个念头也不好，什么念头都不起，起什么念头？就一句阿弥陀佛。啊，保证你得大利益，这真是利益。啊，这叫修行。啊，行就是生活行为。要用佛的标准啊，没有计较。为什么？因为一切法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你为什么还会计较？你没有把它认清楚，你以为它是真的。啊，才会有这个问题。你真正搞清楚了，这问题解决了。这个后面还有一段，这都是讲用功。说粗，虽别观什么他，譬如善那。而其己纯熟，则直观具现。啊，初学的时候，直观是两桩事情，看破放下。到纯熟之后啊，直观是一，不是二。也就是说，看破放下是一桩事情，不是两桩事情。啊，称柔软心，心浮气躁的心全化解了，像菩萨一样。啊，二十九句就是一法句，一法句就是二十七句九句，一法句是总数。二十九句是别数，总别是一体。没有差别，是广略相如。得如实之见，差别就是平等，平等就是差别，平等跟差别划等号。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啊，完全在功夫上体现出来我们看到海贤法师
有一次一个收电费的，拿着单子给老和尚看，老和尚问他，这个月的电费跟上个月比，怎么会多出这么多？这里这个问题，收电费的人没说话，打他两耳光。他赶快把钱掏来招呼，不再说了。旁边的人看到不服气，要想把这个收电费的人找来理论，他说不必。啊，真的是量大佛大。学佛的人要有度量，要能包容，不要跟人计较。啊，他说打我，等于给我瘙痒；吐我一年吐沫，等于给我洗脸。忍人之不能忍，我们要做，要学，让人之不能让，别人不肯让步的，我们能让，你要都给你。啊，决定不能给人赠，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。啊，不修忍辱波罗蜜，怎么会成就呢？啊，下面这一条也很重要。无为法身，无为是无作为，是无造作，起心动念就是造作，造业，言语是口业，身体动作是身业，起心动念是意业。啊，身与意，它统统造业。不造业了，就是无为；造业是有为。啊，造业都是属于生灭法，无为不生不灭，它不造业，不起心不动念，叫无为。啊。佛所证之法身，湛然寂静，立因缘之造作，故曰无为。这说得清楚啊！啊，无为是性起，不是缘起。利
因缘制造作，无为发生，你就证得了。啊，发性身。不起心不动念，好难呐、啊！谁证的？等觉菩萨证的。啊，证得之后，他就成妙觉了，他就证得究竟圆满，他不住。十八度，他住长久光，跟长久光融成一片，这就是无为法身。啊，《佛学大辞典》里的说，佛所证之法身，湛然寂静。立因缘之造作，啊，这叫无为。净土论注就是往生论注解，无为法身，法性深也。法性即灭，故法生无相；无相，故能无不相。发生在哪里？就在现前，就在当下。为什么我们见不到？有障缘障碍住了。啊，这个障缘是什么？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啊，执着是见思烦恼，分别是尘沙烦恼，起心动念是无明烦恼，这个东西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，虽然是假的，它起作用啊，这个作用就是障碍明心见性。啊，这三样东西，如果三种障碍，我们放下了，无为法身就显现。啊，也就是。长寂光就显现，下面这个即思而证191条，当相即道，
听听同学们的。师父，我们现在用抽签的方式来请各个道场的用抽签的方式啊，好。好，其实我感觉听见了。好。十二，华藏净宗学会。听老丈开始。请华藏净宗学会的老师们讲一下这一段的心得。即是而真啊。是。哦，是是是。在这里，可否请老和尚先为我们开示一下？我们华藏净宗学会带来说心得报告。师父，我们请他念啊，请华藏的法师念一下这个注解。好，请法师们把这段注解先念一遍好吗？是的，即何真佛学词典，为事理本来无二，于浅近之事相上。自具深妙之真理也。止观一曰：离说无理，离理无说；即说无说，无说即说；无二无别，即是而真。光明玄义曰：若取即是而真，为真身。法华玄义始曰：虽不甘露，不能即事而真，伤命早夭。大日经书曰：譬如幻师以咒术力加持药草，能现种种未曾有事。古琴所对，略可懂心。若舍加持，然后隐没。如来金刚之幻，亦悟如是。缘灭则灭，机心则生，即是而真，古有踪迹。有没有人能解释？好，请能够解释这一段即是而真的法师们、老师们，请举手。净宗学会。华藏净宗学会。阿弥陀佛。当前呢，就自己所了解的一点，字面上的意思，向和尚请教。这一个。即是而真，是不是说呢，一切的事物，它的理就在这个事物中，如果我们能够从事物上去了解它的理，那我们就能够证得这个事理一如的这个境界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呢？阿弥陀佛。重复一遍，把他讲的重复一遍。
不好意思，可能是因为这个网络的速度不是很好的关系，我再尝试再说一次。请问听得到我的声音吗？听得到。好，那这个意思是不是说呢，一切的事物它的理本来就在这个事物上，那我们如果能够从一切的事物上去悟得这个理的话，那我们就能够证得事理一如的境界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就是说这个理是在事物上，那么从事物上去证得这个理的境界，理是一如的境界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对。但是怎么证得？从事上看到理，从理上看到事，从事上看到理，理事是一，不是二。凡夫见不到，为什么见不到？凡夫见的是事，见不到理。这个理，此地说得很好，四相上自具深妙之真理。从事上见到理，就是见性的。事是相，理是性。禅宗里面这个事例很多很多，无灯会员1700则公案，景德传灯录都记载这些事情。毕竟是少数人，这些少数人为什么能见到？他真能放下。放下什么？放下妄想，放下起心动念，放下分别执着，就见到了。然后他说即无说，无说即说，说跟无说不二。世尊49年所说一切经如是，所以世尊曾经说过，他49年没有说过一个字。那谁要是说他说法了，那叫谤佛。这个话，我们怎样去领会？他到底说了？还是没说。他说了，
你要真正懂他，他说了就是无说，无说就是说，你才能真正懂得如来真实意。开经经上所说的愿解如来真实意，也就是我们常常讲你用真心就体会到了。佛是用真心说法，我们是用妄心佛法，不懂他所说的真实意啊，只懂得言辞里头皮毛的常识，不是佛说的意思，是我们自己分别执着的意思。那为什么？因为佛没有意思，佛要有意思了才是凡夫。这个意思就深了，就妙了啊！妙在哪里呢？妙在有说无说，是一不是二，这个妙。啊，这个妙在大乘里都常说的，入不二法门。啊，入一不二法门是一切思想都不二，性相也如，离思不二。人生活在这个境界里头，你想想看，他多肉火。多清净，多自在，多圆满啊，充满了智慧喜悦，这就是无为法身。无为的暴徒啊，华严里面说心起，不是缘起，从缘起提升到心起，这就是即思而真。思是缘起，真是心起，知道缘起跟心起是一不是二，声闻缘觉，全教菩萨不知道。化身大师才明了，为什么他真的无为法身？才能入这个境界。啊，幕后大日经说的前面是比喻啊，后面是讲诸佛如来化身大士，在设法界里头现身说法，广度有情啊。你看缘，缘歇就灭了，圆心就生了，
设法界六道语言很重要啊，啊，语言是什么？在佛法讲，真相学。啊，对这个娑婆住久了，真正想远离，想离开，不想再住了。啊，佛菩萨知道，法身菩萨知道，啊，跟我有缘的佛菩萨。会现身来帮助啊，这个心有形有影啊，形是很清楚很明白你遇到了啊，像虚云老和尚朝五台山途中生病，文殊菩萨现个乞丐身来照顾他，这是显啊，平常没有生病的时候文殊菩萨一路照顾他，没有现他没有看到像，冥冥当中加持的啊，虽然他很辛苦，辛苦不碍事，他能够走到菩萨道场，满他自己的心愿啊，随加持，有贤家，有名家我们知道才会对佛菩萨感恩啊，这种加持就在现前，就在当下我们用真诚心想自度，也想帮助别人，这个心跟佛菩萨就相应啊，既然相应没有不加持的道理，即思而真，说明真妄是一体，妄是相，真是心，妄相从哪里？以真心起来的，没有真心哪来的妄相？我们对希望的像
相是六道凡夫，性是真如自性。啊，净宗的理论就建立在这上面。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。啊，是心是佛，即思而真，当下即到。啊，是心作佛才管用，你才能回归自心。知道是心是佛，但是没有想到自心作佛，那还是个凡夫。你没有得到真实利益，没有得到真正的受用。这个见等于不见，这个知等于无知。啊，于是我们就体会了性解行证，分开来讲是四，合起来讲是一，就是前面我们所读的一法句。啊，从四上讲有二十九，解门；从行门讲呢，一法句。二十九种观是一桩事情，《华严经》上所说的“一解释多，多解释一，一多不二”。啊，这个地方即思而真，当相即到，都要自己细心去体会。啊，才真正得到受用。下面有一句也是我们常常见到的，106第200条，实相真言。一实相应，啊，常常看到的。这是什么意思？三藏法所里头，这个一段解释，出《法华经》玄义。一实相应条，啊，这一段呢不难懂。有没有同学来做解释？08云南报恩寺。云南报恩寺。向馆长。哦，
相关的。请云南报恩寺的法师们发言。阿弥陀佛。云南报恩寺没打开啊。云南报恩寺的声音没有办法听到。哦。十四，刘余力教授。尊敬的师父上人，诸位学长好。我先把这一条给大家念一下。十相正印，三藏法术，衣食相印条，出法华玄义。衣食相者，为真实之理，无二无别，离诸虚妄之相也。这一条就是讲十相啊，就是法性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佛性，也就是真实之理，就是我们所说的宇宙人生的真理真相。无二无别，就是这个理是一，我们从一切相上呢都能够看到这个理，一切这个相呢都是这个法性所生所现。离诸虚妄之相也，这个师父经常用这个电视屏幕来比喻，就是这个屏幕上所现的相是虚妄的，但是呢这个屏幕就是那个真性，就是那个心性，就是那个佛性，就是那个真如，如果离开这个虚妄之相呢，就能够见到那一个理。所以这个实相呢，就是离开这个虚妄之相就可以见到。那么这个理就是在这个相上，理是不二吧，就是从相上能见到这个理。又如以金作器，器器皆金，就像这个金做成了金手链啊、金手表啊、金佛呀、啊、等等。那么这个理呢，就是这个金。那么这个理在哪儿呢？其实就是在具体的金像啊、金手链啊、金器之中。那么我们离开这个虚像的话呢，就能够见到这个理。印者信也。如是之公文得印可信，这个印呢就像我们世间的这个印信一样，这个世间的公文盖上这个印呢才让人感觉到可信。待如来所说诸大乘经皆以实相之理印定其说，如来所说的大乘经典呢都是宇宙人生的真相，都是佛心性的流露。那么这个大乘经典呢，它之所以是真理呢，都是因为它是佛的心性的流露，所以它是和宇宙人生的真相相符合的。外道不能杂，不能杂，天魔不能破。那么正是因为它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呢，这个外道啊，它这个不能杂，天魔不能破。这个就是邪魔外道呢都不能够破坏这个真理。若有实相印即是佛说，若无实相印即是魔说。那么有了这个，只要是和宇宙人生真相就是相符合的，佛都认为它是真理。这个不一定是佛在经典上所说的，就是佛没有在经典上所记载的，只要是和宇宙人生的真相相符合，和这个法性相应，都认定是佛说的。这个也显示了佛教的这个包容之心，像我们讲的儒道啊，这个佛也认可，就是也认为是佛说的，因为它和宇宙人生的真相和法性是相应的。如果没有这个实相印呢，就是魔说。像我们讲法说弃理不弃机啊，如果不弃理的话那就是魔说，如果不契机的话呢，就是闲言语，这个也是有这个意思吧。经云：“世尊说实道，多寻无此事。”那么这个经上说啊，
世尊说十道，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四十九年的经典，都是和宇宙人生的真相相应的，都是实相。那么波旬无此事，而邪魔外道所说的呢，却恰恰和这个宇宙人生真相和法性和实相相违背。梵语波旬华严恶，释迦如来出世时魔王名也。这个最后一句就是讲这个波旬，翻译成汉语就是恶的意思。在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呢，他是这个魔王的名字，这个魔王叫波旬。阿弥陀佛，请师父指正。好，刘老师给我们解释的很好。前面呢，我们学过实相啊，实相的意思很深，我们要细心体会。它的体，体是无相，所以实相无相。它起作用，它能现象，叫无不相啊。它起的作用，现象作用，我们很明显的能感触到，但是体看不到啊。正是像我们看电视，我们用屏幕比喻实相自信啊，看天视电视，整个精神都集中在形象上啊，把屏幕啊没想到啊，来离开屏幕他决定不能显，所以他是妄想，他是生灭想啊，也是一个相虚相思想不是每一个画面都是相同的，每一个画面相同的是相虚，每一个画面都不同是相思啊，相似相虚。从这个地方呢，能够体会到实相的概念啊，圆满的实相一定要自己去证得。怎么样才能证得？放下就能证得。啊，早年张家大师教我，佛法就四个字：看破放下。看破帮助放下，放下帮助看破。从初发心到如来地，就是这两个方法相辅相成。啊，这两个方法用佛经上的这个术语呢，就是直观，观就是看破，直就是放下啊，脚下修行成为直观啊，有天台的直观，有娴熟的直观啊，望境还原观那是贤首的之观啊，贤首过思说的天台摩诃之观啊，小之观智者大师所说的，都是讲修行方法啊，也就是说我们看破了，了解真相了，如何与我们日常生活相应才能得到真正受用啊，
这个受用就是不断的提升。为什么你放下了？观的境界又提升了。再放下呢，就又提升了。菩萨52个阶级，从摄性位、摄性、摄住、摄行、摄回向、摄地等觉妙觉。妙觉就回归常寂光，真正功德圆满。那其如境界，肯定这个人法喜充满。为什么？他起心动念生智慧，不生烦恼。凡夫六道凡夫，生烦恼不生智慧，那什么妄心？阿赖耶，与第六意识相应的51个心所，51个心所。有11个善法，有26个是恶法，根本烦恼、随烦恼，还有大随、中随、小随。六道凡夫起心动念，26个烦恼是恶心所，11个善心所也不是好事情。为什么？善因善果在人天呢，恶因恶报在三恶道。还有一个阿修罗，罗刹也不能算是善道。现前他福报很大，有很高的地位，有很大的权势，但是他不能辨别善恶，一生所作所为，恶多善少，所以罗刹跟修罗。命中之后啊，都是躲在地狱道。佛家又讲30愿的，从修罗罗刹是非常明显能看出来。罗刹修罗，天上有，人间有。畜生里头有，恶鬼里头有，只有地狱没有。学佛的人细心观察，你就认识啊。要用真诚慈悲去感化这些众生。要有信心。为什么？一切众生都有佛性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我们学佛、学儒、学道，
就是修禅弄法，都肯定人心本善。跟释迦牟尼佛见解是相同的，啊，释迦佛说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这释迦说的，本来是佛，佛是至善的，啊，所以世心是佛，世心作佛。净土教就根据这个道理建立的，跟现在量子力学家讲的相应啊，量子力学发现念力的能量不可思议啊，念力能改变物质世界，这个佛经上有，佛法说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啊，境是外面境界，物质的世界随着念头转变，念善物质世界善，念恶物质世界恶，那么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美好？极乐世界的人纯善，没有恶，到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一切时一切处都在说法，从来没有间断。我相信我们这个世界如果有佛说法，24小时不中断，常年不间断，这个世界可以媲美极乐世界。啊，怎么成就的？因是自性本有的，本善嘛。缘，天天有老师在教导，天天有善人在劝告，时间长了，听不懂也听懂了，先是孤妄听之，后来就认真听讲了。教育的力量太伟大了，谁知道？佛知道，圣人知道啊，一切圣贤诸佛菩萨没有一个不重视教育的啊，把九法界的众生统统教好了，善中之善，佛中之王啊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代表了变法界虚空界的至善，一切善都回归在了，他是善的尖端，是善的顶级，
阿弥陀佛，自然就会想到无量寿经，想到阿弥陀经，那就是想到极乐世界。啊，常念常想，就培养他发愿往生的道心。啊，这个心一发，决定得生。生到极乐世界，决定成佛。成佛之后，跟阿弥陀佛一样。那一定是普度众生啊，度众生只有一个目的，帮助一切苦难众生离苦得乐。翻过来，障碍众生离苦得乐啊，要制造让一切众生离乐得苦，这就是魔。我跟佛恰恰相反，有啊，确实有这样的人。哎，他看到众生受苦受难，他欢喜，没有慈悲心，没有怜悯心。啊，魔的心也是佛。他为什么变成这样子？他迷了，没有人教他。啊，他的心不平，他的心杂乱，凡夫无常。那人间有修罗，人间有罗刹，那天上有修罗，欲界天、色界天没有了。啊，畜生、恶鬼也有。所以畜生里头猛兽是修罗，恶鬼里头有恶鬼害人的轨道里修罗，啊，地狱道完全受报，所以没有阿修罗。那么一切经，大乘经摄相正印印定，也就是释迦牟尼佛凭什么说出这大乘经，完全凭宇宙真相诸法实相，啊，一切法的真实相所说的，没有一句是假话，也不是佛自己说出来的，啊，他所说的宇宙万法的真相，他看到了，他体会到了，啊，为我们说出来。我们不能体会，它太深，我们没有看到，虽然就在面前，
我们烦恼习气太重，那我们要学佛，学佛四弘誓愿是总纲领，那要从发愿，要发真的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众生苦我要帮助他，啊，怎么帮助他？用教学，诸佛如来、化身菩萨提倡的，再细心观察所有的宗教，那个宗教创始人也是用教育，啊，不用教育，这个教兴旺不起来，啊，很短时间就消失了。为什么？他没有真理。真理就是实相，啊，于是我们特别是跟释迦牟尼佛完全讲实相，没有一个字是妄言，纯真无妄，我们对他生起信心。啊，从哪里做起？从自己做起。教人者，先把自己教好。自己没有学得好，怎么能教人？啊，所以佛教我们，烦恼无尽，誓愿断。啊，断烦恼就是提升自己，把烦恼习气断掉，这叫真学佛了，真功夫啊！与认识字不认识字没关系，释迦佛为我们做表率，学生先知道，学佛菩萨首先要放弃自私自利，把我放下。啊，为什么？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真的是什么？我们叫它灵性是真的，灵性就是自性，啊，灵性没有形象，它是宇宙的本体，灵性就是自性，就是法性，就是真如，啊，就是涅槃，就是第一义。佛经上的名词有几十个，都说这一桩事情。啊，佛为什么用这么多名词说一桩事？叫你不要执着名字相。名字是假的，啊，你知道他讲的是什么，就对了。诸佛的名号是从信德上
建立的。菩萨的名号是从修德上建立的，诸佛是果，像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，这是果。啊，观世音菩萨那是修，修德。啊，还没有证果，修德。啊，所以念名号显。那念阿弥陀佛是以佛的果德做我们的修因，这特别法门。啊，一般法门是修因证果。啊，唯独净土宗、密宗，密宗也是用佛号，果佛都是以果为因。啊，这个特别殊胜。啊，所以我们的下属要断烦恼，要断习气，先把身修好。啊，身是形象，好的形象让众生生起信心。啊，形象不好，信心不能建立。事出事法都一样。啊，所以要有个好榜样给人看。啊，那就不能不重视戒律，用戒律帮助我们断恶修善。啊，是恶决定不能做，是善一定要学习。啊，我们今天跟同学们一起从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《十善业》下手，我们用这几样东西每一天来反省，每一天来改过，啊，成就自己的德行。以一句佛号来收心，啊，把一切妄想妄念统统放下，这就是清净句。往生论上讲的清净句，这就是依法句。啊，大乘教里面的圆满的一法句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古人的成就，书本上记载的没看见，不能没有疑惑。地仙老法师的徒弟郭鲁家，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更近的来佛寺的三个，不是两个，还得要加上贤公老和尚的老母亲。三圣一句佛号，啊，一句佛号老和尚念了92年，这三个人我有理由相信他们
通通得念佛三昧，他们确实证得明心见性。也就是说，他们念佛得到离业心不乱，禅宗里面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，他是用念佛的方法达到这个境界。啊，用身教啊，不用言教啊，用身教啊，做出样子给你看，你照他这个样子去做，你一定会跟他一样的成就。啊，决定没有怀疑。这是我们应当努力的，只有这一法是真实的，其他的全是假的。我们自己目标要纯正，啊，怎么样看待这个世界，怎么样看待众生，经上说得很清楚，虚空法界跟自己确确实实是一体，一个自性变现。佛是自性现的，我也是自性现的，啊，净土是自性现的，无间地狱也是自性现的，只是语言不同而已。觉悟的人要用平等心去看待。啊，平常心，平是平等，常是永远用平等心，那叫平常。啊，常是不能间断。啊，看待一切人事，对一切造作不善的，自然生怜悯心，同体大悲。啊，看到善的好的，自然生欢喜心。啊，慈心帮助大家得乐，悲心帮助大家离苦。这是诸佛菩萨。这是诸佛弟子啊，弟子要学佛，老师是我们的榜样，我们向他学习，这一生决定得法喜充满。海贤老和尚，我们听他的弟子们说，
啊，有在家有出家的。老和尚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无论在什么处所，都是欢欢喜喜，啊，满面笑容。这表示什么？长生欢喜心，法喜充满。啊，生活环境很辛苦，但是生活得很自在，自给自足，啊，自己耕种，自己收成，自己享受多余的分给别人，啊，分给需要的人，他多快乐，他多自在。啊，快乐的人生，喜悦的人生，啊，欢喜自在的人生，这是学佛现前的受用啊！学佛有什么好处？这就是学佛的好处啊！好处不是升官发财，不是名闻利养，不是那些，那些不是真正的好处，真正好处幸福。快乐啊，法喜充满，身心健康啊，走的时候欲知是知，自在往生，这个真快乐。那么这些都可以合在设想事实真相啊，学佛人的事实真相。我们在来佛寺这三个人身上看到啊，真佛弟子，真学佛人啊，不能够假的。假的什么？他还有辛苦，他没有得到常乐，没有得到法喜啊，这个学就学错了，肯定有问题啊。没有学错的话，一定得法喜，一定有慈悲心啊，不会伤害别人，也就是说三归五戒十善他真做到。啊，小小戒都在其中。啊，愈学智慧有增长。啊，那个戒律就越严密。他严密，外面人看不出来。严密在哪里？一切过失不起心不动念，自然没有了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学习到此地。